律动。爸爸妈妈你们好，我是 Cindy 老师。音乐律动这个课程呢，是让小朋友以想象的方式，在韵律、节奏、歌唱等游戏中爱上音乐。活动会以中英文双语进行，但请不用担心宝贝听不懂， Cindy 老师会以宝贝听得懂的方式来陪伴他们。音乐律动分为四个游戏，首先 Cindy 老师会以宝贝们最熟悉的公园景象，请孩子们模仿动物的动作，比如小鸟或是蝴蝶，并搭配音乐自然摆动，感受音乐的快慢与强弱。接着是故事时间，新的老师会分享《Wonderland》系列中最最可爱的绘本故事《The Pop Puffin》。然后新的老师会带领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唱英语童谣《Finger Family》，旋律好记，歌词好唱，对宝贝们学语言很有帮助哦。最后呢，爸爸妈妈们再跟宝贝一起合作，制作一组小鸟家庭的手偶。透过这些丰富的活动，我们希望宝贝们被音乐感动，因为音乐而生活活力满满。我们更希望呢，您与宝贝们能够在这里享受美好的亲子时光。我是 Cindy 老师，我们下次见喽。